大家好，我是平靠不是平行，我现在来到了新富士站。今天呢要去拍摄一个近期在 Instagram 上面越来越红的富士山景点。这里呢不是大家熟知的，就是那个商店街尽头有富士山的富士吉田市的那个地方，不是不是。这里呢是能够拍摄宛若走上楼梯之后就可以直通富士山的一个梦幻景象的地点。那这里呢就是近期越来越多人去拍摄，但应该还没有那个商店街这么恐怖啦，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未来可以去拍拍。那这里呢是新富士站，从东京车站搭新干线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我觉得还蛮快的。不过呢就是拍摄的地点呢距离这个车站走路要大概在25分钟，所以可能要走半个小时左右吧，不过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然后我们也还会去就是周边的一些景点就是散步拍摄，然后可能还会去别的地方。这一次呢这部影片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整个就是散步啊旅行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出发吧。现在在这个新富士站，然后它这个地图呢就是那边是往南，然后后面是往北啦，然后超级可爱的，大家看这个富士山这个造型也太 Q 了吧。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刚刚提到的富士吉田市，然后还有大家喜欢去的河口湖啊，是在这个方向，在北边啦。我们现在是在静冈，在这边出新干线口之后，我们就往右手边走，有一个富士山口，我们要从这边开启我们今天一直走路的旅行。这里富士山口啊，外面就看得到富士山呢，超级清楚的。闻到，哇，有。外面的这个下水道的盖子也是富士山。现在云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刚刚现在车站进行了一番厮杀，我们在抢那个请台列车的预约，结果没有抢到，没办法，没抢到，好难过、哦。安迪很怒，一天的旅行画下了一个不太好的逗号，没都想画句号。天气好好，这里有那个日产租车，大家如果不想走路也可以租车哦。这个 Google Map 啊好像是要我们走富士山口的另外一侧，所以我们现在要穿过这个铁轨，然后走到另外一边去。大家不要走进去，进去的话出不来。那天气很好，但希望它的云可以再少一点。我们又看到一个神秘的下水道盖，漂亮的富士山，一路朝着它前进。好哦，现在看不到富士山，有啦有啦，哇，好短，真的好短，才三节而已。哇，那个云啊就一下子聚集一下子又散开，现在呢是散开的一个样子，希望它可以继续保持。好，我们刚刚在那个平交道啊就是要等电车经过，但是呢我们竟然发现电车啊其实并不是每一班都会经过我们身后的平交道，所以就等了有点久，而且它那个列车啊很短，大概3秒就结束了。那这里的两旁呢就是普通的民宅，那前面的部分就是比较多工厂，然后也有很多大卡车，所以他如果是想要带就是长辈啊家里有小孩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开个车会比较安全。出了他的面容。
像找到了，就是眼前这个路桥，有人在拍。眼前这里呢，就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地，它是富士山梦之大桥。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天桥直通富士山的感觉？它很棒的是，这里呢是人行道，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站在这里帮去天桥的人拍照，既安全，然后又可以拍到绝景。可以，好，那你要录很的，然后你下来吗？我们遇到了很大的网红，他竟然帮我们拍了合照，感谢他，感谢。我也可以拍。我们发现这个，它这个桥有两个哎。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其实大家不需要去挤同一个。突然的新发现。现在富士山超级清楚，这个天桥啊是有两个的，所以大家挑比较空的那一个拍。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公园，因为我网络上面查，就是那边有种玫瑰，想要去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哇，我们要前往那个公园的路上，感觉可以一路看着清楚的富士山前进。然后接下来啊，七月就是富士山就会开山，大家可以去爬山。我本人呢爬了两次哦，有人也爬过就是超过一次吗？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大家看这个富士山的造型哎，好可爱哟、哦。这一集就是富士山看到腻，漂亮、哇，好渴哦，快要渴死了，因为一路上也都没有看到自动贩卖机啊，好渴哦。好，我们到了这个公园，但我其实也不知道它的玫瑰在哪里，希望找得到，不然的话这个部分不知道要不要剪进影片呢。玫瑰发现在前方，但没有看到啊，哟，找到自动贩卖机了，我们先去找自动贩卖机好了，真的快哦。哇，富士山好漂亮哦。我就是在 Google Map 上面看说富士山梦之大桥附近有什么样子的地方可以去，然后就发现就有一个很大的绿地是这个公园，点进去看大家的评论就发现这里有玫瑰，所以我就决定要来了。这是用花做的时钟，现在是一点，还没有让安迪吃东西，他饥寒交迫。那其实跟我出门的话，通常不会有什么吃东西的行程，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吃东西，我都会忍到最后一刻，然后那一天可能就是只喝一杯饮料，然后就结束。啊，这里还有冰淇淋呢，也有很多种类，算蛮多种类的饮料的。我买了这个 Yakult， 应该就是养乐多，但是它这里写风味耶。开始觉得我好像买错东西。现在看起来前面的玫瑰园是大大盛开的感觉耶，来的正是时候。今年呢，因为日本普遍温暖，所以花什么的都开得很早。玫瑰呢，一般是有春季跟秋季两个时期可以欣赏，现在呢就是春季的玫瑰。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富士山好像都有一点被这周围的树给挡住，就没有办法拍到就是玫瑰加富士山的风景。Thank you.
现在在这个公园啊，他就写说比平常还要再拥挤一点。对啦，现场是有一些人，不过其实完全就是空旷，来这边赏玫瑰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这个公园好像其实蛮大的，河的两侧都有玫瑰。哇，这里玫瑰好多哦，还有塔里斯，好棒！这里更有开放感，因为它旁边的树就是比较低矮这样子，没有把外面的空间完全隔离起来。这个区域啊，好像还会进行点灯，就是日落之后到十点。哇，富士山就在眼前。他说这里有200个品种，1500颗的玫瑰。那我们静冈县的富士市啊，他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栽培这个玫瑰。据说呢，在昭和43年的时候，就联合市民的力量，在很多地方啊种玫瑰之外，就是也在栽培上面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我刚刚上网查啦，其实并不只是这个中央公园有这么多的玫瑰可以看，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能够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玫瑰花。有些地方也看得到富士山哦，就跟这个中央公园一样，只是需要一点缘分。有时候它就是天气很好，但是会被云挡住这样子。说这个玫瑰呢，是富士市原创的一种白玫瑰，它叫做卡格亚富吉吗？前面的云真的很顽强哎。哇，这间塔里斯也太无敌了，看得到富士山呢。他说这个是现在限定的浓抹茶，应该有点像新冰乐那种，会有在请他加咖啡，因为他是推荐说这样子喝更有大人的味道哦。吃了面他就过来了。对啊，太香了，看起来很饿。看着眼前的富士山，享受迟来的午餐，人生一大享受。因为饿了很久，所以现在吃的意大利面就觉得特别的好吃。这一次啊，在选说什么时候要出门，其实我有参考这个富士见预报这个网站。今天呢，其实是这样，它那个时就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富士山的一个意思。不过呢，它底下有一个那个地图，就是现在的那种云雨雷达的感觉，就是这些都是云。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南边嘛，所以有没有看到这里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现在这里有云，所以我们的富士山目前是断断续续的会被挡住。那当然，以后安排行程啊，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个网站，可以增加你心里的底。哇，这里的伊势丹好小间哦。开始有一些新的资源进来，促进它的发展的话，感觉也不错。要去前面的天桥拍这个商店街，所以来富士站就是要跟无数个天桥拍照。我们上去看一下能够看到什么样子的景观。
刚刚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商店街，看得到富士山哦。而且这边拍照的人不多，跟那个富士吉田市的商店街比，真的是好拍很多。刚刚上来的、就是这个天桥走下来之后，其实在那边拍也可以啦。但我发现就是走到这个平台会更好拍，视野会更好。锵锵，那现在这个呢是手机一倍，两倍的话长这样子。那我现在这个是 iPhone 14 Pro， 所以呢可以调三倍。三倍的话呢就又更壮观这样子。哇，这里也看得到，好美哦。但前面那里是吸烟区吗？好，我们正式来到了富士站。我们接下来呢要搭车到山岛站，之后搭新干线回东京。那我原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啊，还想说大概走走拍拍应该半天左右吧，应该还可以再去个御电场吧，但是我真的是太高估我自己了，我每次拍照啊什么都很花时间，所以呢没有想到今天这样子的拍照行程也占了一整天。不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这样子随处走走，有一点目的，但是又有一些不经意的发现，我觉得蛮好玩的。这里有一个牌子啊，它就写说富士站北口周边就是接下来会进行一些工程，虽然是令和六年就是才会开始，不过它就是会有一些住宅啊、停车场、店铺，然后活动广场、专门学校等等的，就是会全新的设置在这里。所以这里如果发展起来啊，不仅人口可能会变多，观光应该也是会变得越来越方便，大家未来来应该会有更多东西可以玩可以逛。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个赞，想持续追踪日本资讯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拜拜。